最好的重逢是最初的遇见。新送来的剧本毫无亮点，只是男主的人设和江晨一模一样，恶毒女配却像极了我。而且编剧匿名，是巧合吗？婚前答应过你每晚会回来的，会做吗？没必要这样说，接受我。我只是想多一些相处的时间，没想到在你眼里却是约束。酒会为什么没去啊？我聚的事有点多。所以你的酒局从来不会有人通知我。我看到欧阳发的照片了，你身边的女人是文思思吧？她回来，你应该很开心的。你什么意思啊？秦小姐。您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要尽早住院治疗。秦小姐，好久不见，我是《月光下》你这部戏的编剧文思思。秦小姐，好久不见。我是《月光下》你这部戏的编剧文思思。你好，我听江晨提起过你。过去这五年，谢谢你一直陪伴着他。林小姐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替他谢礼？作为《月光下》你这部戏的亲历者，我想秦小姐一定很懂故事中人物的感受吧。爱情和婚姻也许是两个世界，相爱的人一定会在原地等待彼此的。文小姐的心里江晨知道的。你怎么流鼻血了？老毛病了，这个我会再考虑的。喂，徐律师，我一会儿过去，想要录一份遗嘱。秦叔啊，这次是你没有遵守约定，去哪儿？我去见了文思思，他的新剧本写的是你和他的爱情。非要他过去不放吗？他把爱情留给了最初的遇见，而我独自面对婚姻的枷锁。五年了，我们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江晨，赶紧出来，这白月光来了。你的白月光来了。他几乎没有跟着我去过聚会。江晨来了。哦，江晨，来，坐思思旁边，特意给你留的位置。
过去吧，长一点走。我先去下洗手间。五年了，你还是融不进嘉诚的圈子。文小姐，再怎么说江晨也是已婚人士，请你自重。已婚？你用商业联姻禁锢了他五年，你觉得你自己还不够恶毒吗？那你呢？插足别人的婚姻，你不觉得可耻吗？可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江晨才是两情相悦。忘了告诉你，江晨的吻技进步了。啊，回家了也不说一声，干什么？我们是夫妻，接吻不是很正常吗？你不是说你努力进步，你和他接过吻吗？进步来当保镖。还有，江氏负责了思思的剧本，他从不投资我的作品。就为了文思思做到这一步。范同学，我不拍。你耍什么劲？只不过是一个商业联姻吧。鼻咽癌一到晚期，恢复几率渺茫。喂，江晨，我们分开吧。秦书婉，江氏和秦氏的联姻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恶心吗？我，喂。许律师，股权全部转给江晨，至于个人财产，捐了吧。等了一圈，上午怎么回家？没什么，但冒险输了而已。以后这种玩笑别开了。好。这本书是思思的经历，他想进去当编剧。不好，但我想给女配加一场戏。什么戏？绝症。一个配角而已，何必去博取大众同情呢？只要尊重事实，尊重原著不就好了吗？你说呢，秦导？
女配利用联姻抢男人，你看着多了吧？就是，好在结局男女主都成眷属，女配恶人终有恶报。我去见了文思思，他的新剧本写的是你和他的爱情。整个故事看下来，确实很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王是相爱的人，不管分开多久都会在一起。就是唯独就到这里吧。一起回家吧。怎么都这么叫啊？你起来，将新闻接着，这个牛。我们很少一起吃饭，我以为他不知道这些。阿晨，如果我们不是商业联姻，你会喜欢我吗？或许吧。就算有可能，我也永远看不到了。观众全都在喊抵制，这样下去的话，电影可能会面临停拍。香晨怎么不接电话？不行，我要去找他。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手的话，你会跟我离婚吗？会。可惜啊，不会有如果。没别的事，你先走吧。五年的婚姻，温思思永远是床前的明月光，而我只是惹人生厌的蚊子血。喂，徐律师，包你一份离婚协议书以及一份遗体自愿捐赠书。脸色这么差，生病了吗？没事，就是有点累。剧组可能要停拍，你知道吗？停拍？因为有人在网上爆了剧组的黑料。你觉得谁会做这种事情？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思思？不可能。你就这么笃定他不会？你一定要把罪名推到他身上是吗？我现在不想和你吵。爆料人已经查到了，是文思思，还有电影被勒定停拍了。我说了不想和你吵。江神，电影被停拍了。所以呢？趁有空我们去国外旅游好不好？明天就走。什么？我们结婚五年了，就当我一个蜜月，好不好？有地方吗？冰岛。那我们就去冰岛吧。冰岛。
你怎么了？没事，你先吃点晕车药。江晨，我们拍张照吧。我不喜欢拍照。就一次，好不好？江晨，你看这照片。舒婉，对不起，我得回国一趟。可是我们才刚来。思思那边出事了。江晨还是会为了文思思放弃我。要不你先在这里玩几天，到时候我来接你。好，我等你来接我。本打算和江晨一起度过我的最后一个生日，谁料今天他一直没找我，是在忙吗？你们才是天作之合，快结婚吧。原来离婚和结婚早有人替他做了选择，我本就不该出现的。先说吧，可是我还没有等到江晨。江晨，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喂，秦舒婉，秦舒婉，你说话。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昨天不说话，今天就连电话也不接了，难道生气了？江晨，怎么跑外面来了？那随时报备行踪。你又不是小孩子了，秦舒婉。至于把你看这么紧吗？我说什么？你不是一直很想重启月光下的你这个项目，里面那个高部长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约出来，把握住机会，别让思思失望了。喂，您好，请问是秦舒婉女士的家属江晨先生吗？不是。您的太太秦舒婉女士突发意外在酒店去世了。这不可能。江晨，怎么还不进来啊？高部长说这个项目他很看好呢。这个项目暂时不必启动。江晨，这是生我的气了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回来就好了。思思，你别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你是秦舒婉，又不知道闹什么幺蛾子，也就你好听，让他说话。放心吧，江晨身边的位置，我们只认你。浩宇，你怎么在这儿？秦舒婉呢？江晨，你有什么资格质问？他出事的时候你怎么不在？你不配碰他。是他丈夫，
你们只是商业联姻，这是不为他的事，你无权指挥。我来带走舒婉是受了他的家人所托，你一样也无权指责。接连两次出事都是死磕这个所谓的原型之说，这真的是巧合吗？发生这么大事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就这样让秦书桓在微博上挂着被骂吗？江总，您以前叮嘱过凡是秦老的事不必汇报给您。我以前有说过这样的话，就算说过，你们连最基本的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吗？江总，这次的热搜背后应该有推手在操控，如果能解决根源问题，恐怕还会再生事端。既然怀疑，就去调查，拿出点证据出来。是。哦，对了，秦家那边准备的葬礼是什么时候？11月1号。送一周年。不好意思，秦家不欢迎。我妻子的葬礼，我来有什么不对吗？妻子，你什么时候尽过丈夫的责任？连自己老婆快死了都不止，抛弃她回国和小情人卿卿我我。你还好意思来？什么快死了？自己好好看看，我妹妹身体糟糕成这个样子，你竟然都不知道。你把离婚协议签了吧，就当是满足舒婉最后一个愿望。你要是还有一丁点心，就成全。我不同意。好寂寞的那里那么慢有很忙的很细腻的寂寞的秦书婉，你真的离开我了吗？事情查怎么样了？江总，我们根据线索追查，发现幕后的人是文小姐。去把文小姐叫过来，就现在。秦书婉的事儿我听说了，江晨，你要节哀顺变啊。我们如今只是旧友，就不要做这种女人无愧的事了。江晨，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确实有事。思思，解释一下吧，为什么针对秦书婉？他怎么会知道？但事已至此，不如一口认下。只要江晨对我还有感情，就一定会原谅我的。这件事的确是我做的，但是我们明明相爱，却因为秦书婉不能在一起。难道我还不能恨他吗？江晨，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做。我去和秦书婉的家人赔礼道歉。江晨，原谅我好吗？以后月光山你这个项目我给大家好。本次采访的是我们久居国外的秦文秦导演，他的作品接连斩获多项大奖，今日他决定回国发展，我们在此等候他的出现。秦导，你好，请问您这次回国内发展有什么想法吗？哇，他和秦书婉一模一样，真的。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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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秦导的采访就到这里，希望他之后会带来更多的惊喜作品。为什么？你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死而复活，太可笑了。立刻去联系这位新回国的秦雯导演，就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剧本要跟他谈。怎么了？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我是不晓得我会。他怎么好意思？他肯定是不怀好意，你不要脸。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不会再吃亏了。可是，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主动出击才能掌握好局势，不是吗？我听说了，你知道江晨和他已经订婚了吗？什么时候？两年前。朱婉，我知道你心里始终放不下，可他真的不爱你，别强求了，好不好？东北路飘飘你的你看中的那个好多可以弄怕啦怕啦那一听说你有个剧本想给我，先看看吧。要是秦雯来拍我的剧本，一定可以拿奖。在利益面前，这个人是谁都不重要。你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的话，现在就可以问我。这么简单的剧本，怎么会有看不懂的地方？秦导，你如果接下这个剧本的话，江氏集团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团队。文小姐，我想你可能误会了些什么。恕我直言，你的剧本让我觉得你不适合做编剧。等一下，手臂上没有吧？难道他真的不是秦舒婉？抱歉，我失态了。无妨，反正文小姐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失态了。你怎么来了？不放心你。是我哥告诉你的吧？先走吧。秦舒婉，是他吗？可思思说今天见的导演叫秦雯。陈俊，帮我查一下秦雯。你说我回来是正确的选择吗？为了回家，特地找最好的整形师做了祛疤手术，怎么又动摇了？因为江晨。舒婉，这是你家，没人有资格叫你离开。另外，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和江晨一刀两断，我会等你的。明天就是你作品在国内的首映会了，好好准备一下吧。好，江晨，怎么这么巧？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苏导演的作品《癌症》。秦舒婉，抱歉，你认错人了。
不到一个小时已经在热搜了，而且都是好评哎。对呀、啊、对呀、啊，好多之前抵制的人都动摇了，他们都没想到这是苏导的亲身经历。我是江晨，癌症很好，将是有益于你合作。是想拍文思思的作品吗？还是想借此机会接近我？舒婉，舒婉，恭喜你，祝你本届顺利。我看见江晨了。你还没有放下他？对不起。不，舒婉，不要那么早和我说对不起。可是只要他一出现，我的所有伪装都成了无用功。我这两年一直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照顾，是我太自私了。都是我心甘情愿。可是我不愿意，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就算我和他没有结果，我也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了。我也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了。我们一直做朋友也没关系，我就先不打扰你了。秦氏集团官网声明，秦雯是我们秦家丢失的孩子，我的亲妹，在此祝贺她的作品首映成功。大哥帮我合理化身份后，我见江晨也就方便很多。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详谈合作。江总，秦雯跟秦夫人是孪生姐妹。太巧了。居然不是文思思的本子。是个好剧本。文思思小姐之前找过我。我听说过你们的关系，还以为你会给我看他的剧本。这个剧本你意下如何？他怎么不接文思思这茬？难道合作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一切都要听我的，包括你。好。给我这么大权力，不怕我别有用心？毕竟我的妻子是你的姐姐。原来是这样吧，那我还真是该谢谢姐夫。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仔细查秦雯从小到大的经历，我怀疑她就是秦淑婉。秦导，不好了，微博都是你和江晨的绯闻。狗仔拍到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照片了，你看这标题，什么？秦雯爱上姐夫，勇敢追爱，都冲上热搜了。你是说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和江晨在一起了？是的，不过江氏已经发澄清了。江晨一向不屑与任何人沾上绯闻，唯一一次破戒是给文思思。现在也是这样吗？秦导，我们见一面吧。我说的是花轿前肯定会有很多狗仔去跟你。我这有处房产，环境清幽森严，到时候你可以先去避避风险。然后正好坐实了外面猜测的精英成交。上次的事是我不解决，给了某些人可乘之机。你放心，
这次不会。那你要不要问青岛？王思思，其实没有，只是因为一些事没遗上定。你和我姐也是。我和思思是不会真的走，但是我对秦树也不仅仅是生命。没有，你爱他吗？我是说秦树啊。不知道我爱他。树婉，是你吗？锦凤，你认错人了，我是秦雯。是我一时太思念故人。你确定文小姐会知道我最近思念秦凤，不会来找我麻烦吗？那么。我会尽快赶过去的。那夜晚有一色狼，就是这一栋。密码锁要录个曲了，你先录一下吧。好的，那就不打扰秦凤休息。指纹对比成功，秦叔啊，真的是你。你终于回到我身边了。李薇，江晨，你想你啊？伯母给我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我记得他们说的很清楚，订婚只是为了挽救你家的危机。才两年，你忘了吗？江晨，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取消婚约会对我的生意造成很大的影响，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半年。江晨，在你心里就没有过一丝可能性要跟我在一起吗？我记得这个问题你三年前就问过我，我已经和秦爽结婚了，哪怕这是商业联姻，我们也不会再有任何可能了。欧阳，帮帮我。张总。怎么打招呼就来了？舒婉，我想你了。张总，我是秦雯。我知道你是秦舒婉，你对比着你的水准。舒婉，不要再去这了。是要和我思思订婚了吗？那是我妈为了她的家业逼着我和她订婚的。还有半年时间跟秦舒婉。够了！如果我不回来，你就会和她结婚。他在面前就是这样，别再讲事情。舒婉，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结婚？你走吧，就像一个人静静。北小姐，
秦子安，秦书婉在你这儿吗？我已经知道秦文就是秦书婉了。你找不到他也是你的活该，你不配见到。今天剧组开会他没有来，我找了所有他家住的地方都没看见，但是他的贵重物一样都没了。你的意思是他失踪了？既然你也没看到他，那就是失踪了。你是圣水之使，要钱还是要命？要钱的话，我可以给你双倍。但凡是出什么事儿，我代理人不会放过你的。秦素婉，我不要钱，不要命，我只要你永远离开江城。圣水，他知道我是秦素婉，我不是秦文。你既然知道我是谁，就应该知道能给我秦家的下场。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些？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江晨永远比不上我，我才是最爱思思的人。是你，欧阳。居然猜得到是我，那你也应该知道我的目的。你既然爱他，你为什么不自己主动追求他呢？不是那个拘泥小情小爱的人吗？自他喜欢江山，我不会约束他。更何况江山一直两情相悦，是你一直从中作梗。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放开手，争取他们？我早在三年前就主动放手了，还没有真实两情相悦，何必等到现在？我不信，我不信！贱女人，你胡说，胡说，胡说！欧阳，你还在这？舒婉，你快告诉我，秦舒婉，你丫的是思思，你丫的是思思。舒婉，你没事吧？你不是思思啊？我爱的是秦舒婉一个人。欧阳，清醒一点！舒婉，夜夜流泪，没事。只是为了你们夜夜流泪，就是这样，他也不愿意伤害你们一丝一毫。既然他做不到，那就让我来！江晨，江晨，哥，快打120！你真傻，为什么要替我挡这一刀？是，这次不想试试性命。至于文思思那边，我会和他解决婚姻的。毕竟我的妻子也是女人。欧阳，而且他交代了，一切都是受文思思的挑拨，但是文思思没有明确的参与犯罪行为。法律上制裁不了他，我心里有数。阿哥，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会照顾好清楚。至于欧家，我一定不会让他好看的。别人都说秦导之所以换一个身份重新开始，是因为之前是我们的干扰，所以才瞒着大家觉得秦岚发展的非常好。没错，之前网上质疑我太太是靠江氏投资才成功的原因太多了，这一次他又证实了他的实力。由于文思思女士的不当行为，我将解除与文思思女士婚姻。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心。这个秦舒婉，
Tu delicada tan tu sol